家好，欢迎参加11:18创价学会创立日纪念会。我是来自区域总部6的展乐，我是来自区域总部2的凯琳，我们都是未来部的成员，也是今天的司仪。能和凯琳你一起做司仪，我感到很兴奋。今天我们纪念创价学会创立90周年，而11:18正是身为创价弟子的我们重新决意和勇往直前的信心原点。是的，今年也是池田先生第三次访问新加坡20周年。今天我们准备了一系列的文化表演和胜利报告，我好期待。首先，让我们邀请薛胜清副人部长致辞，为这个会议掀开序幕。大家好，11月18日，永远辉耀的创立日，我们创价学会迎来了90岁诞辰。能在池田先生与夫人温馨的关注下，一起庆祝创价学会创立90周年，是我们最大的欢喜，至高的荣誉。衷心恭喜大家！首先，我要向各位在今年这个非凡的冠病病毒大流行期间，仍全力以赴参与广播活动，在此衷心向各位表示感谢。我也很开心地向大家报告，至今各位已达成超过20000个对话，而且我们也圆满地举办了胜利的支部总会。池田先生与夫人在给予我们的支部总会的致辞中，也为广播献身行动的大家大声地喝彩，非常感谢大家。11月18日也是出任会长木口长三郎先生聘使捍卫正法热莲佛法的清流训谕中。1930年11月18日这天，木口长三郎先生与户田神圣先生合施徒之力发行了堪称是教育革命的宣言书《创价教育学体系》第一卷，在封底上首次刻印了创价教育学会的名字。从师弟不二的言论战中，与乱世诞生了创价。不可思议的是，木口先生在狱中殉教之日与创立日相同，是1944年晚秋的11月18日清晨。同被收监的户田先生得知恩师死讯，悲愤痛哭，誓要继承恩师遗志，一人奋起。在恩师殉死的同时，他觉知了"我是地涌菩萨"这《法华经》奥义，立誓毕生贯彻广宣流布这使命。因为有木口先生和户田先生师弟二人死生弘法的奋战，我们如今才有呼应预知妙法。因此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回到创价学会创立的精神，此所有创价活动的原点，无所畏惧，毫不犹豫地展开行动，成就广宣流布的大愿。弟子实现师的构思，这就是脉动在师弟长盛学会的精魂。真正的弟子要在各自的时代俨然树立起胜利的实证。池田先生说，即使只有一人也好，先生如此向我们呼吁，我要将未来的一切交托给我们的创价各位的后继，希望大家为了佛法，为了学会，为了心爱的同志，为了珍贵的父母，为了自己，要赢取胜利。先生继续说，现在是迈向崭新民众凯歌之旅的起点，来吧我的朋友们，共战的同志们，从今天起一同踏上永远的创价师弟之旅，人间革命胜利与光荣之旅，让我们迈向满载希望的创价青年学会百年华诞的高峰，再次燃起广宣流布试验出发吧。一旦需要马上奋起，
立正真诚，共同毅然迎娶胜利的人生。明年我们富人部将庆祝结成70周年，我们越发决意要以大心传送希望，并以题目取得绝对的胜利。池田先生在这个月的卷首语中呼吁富人部将苦难转换为福光欢喜。先生说，不让任何人脱队，让我们满怀这份慈爱，以最强且贤明温馨的英美桃李人华网络来扩展母子福光欢喜满盈的笑容，并为大家送上最艰苦的冬天一定会迎来最幸福的春天这道希望之光。让我们从创立纪念夜开展令人瞠目的大前进，掀起崭新的人间革命活炬的序幕吧。让我们以广播史上永远辉耀的大胜利，与世界同志一同高呼创价万岁。谢谢大家的参与，请保持安康。谢谢傅文部长。朝向11月18日，我们都很喜悦地投入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活动，也举办了胜利的线上支部总会。是的，通过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活动，我们听到持有狮子王之心的弟子如何在挑战中涌现勇气去进行对话，鼓励多一个人，怀着要带给眼前的多一个人希望，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取得突破，现在已经成为对话王者了吧。让我们继续努力增进另一个人，秉持与池田先生同样的精神，力争安国。我也很高兴能在我的支部总会尽一份力，充当了司仪，也帮忙编了一部分舞蹈，希望能带给大家欢喜。我在支部总会上分享了我在课业上的胜利，以及朝向2030年的决议，对此我很感激。今年男子部同乐队庆祝结成30周年，今天他们将呈现 Storm 打击乐风格的《红之歌》，有请男子部同乐队。Thank you.
写男子部同乐队。我阅读《新人间革命》时，读到池田先生2000年第三次访问新加坡时，在 HCA 澳洲共同最高联合会议上，强调狮子王之心就是勇气。是的，先生还表示他对 SSA 寄予的大信赖。他说道：我现在也坚信有在狮子之路前进的你们，世界广播就坚如磐石，就可以安心。现在让我们观看纪念池田先生第三次访问新加坡的视频，我们也将听到当年见到先生，如今已成长为持有狮子王之心的勇敢会员，分享他们的胜利报告。恩师的轨迹，纪念池田先生第三次访问新加坡20周年。前进中的这块南洋宝石，令我感到比以前更加美丽富裕。然而，各中最美丽的，却是我们新加坡同志的心灵。为了社会，为了民众的幸福，你们不惜奉献一切。你们这种充满生机的飒爽英姿，是最为尊贵的。我现在也坚信，有在狮子之路前进的你们，世界广播就坚如磐石，就可以安心。先生，您在创造世界和平。为了不辜负先生的爱，我会努力学习。大家好，我是创价幼稚园的校友陈义伟。我的奶奶50年前进了一本村，我们现在一家和乐的喜悦就行。池田先生在1995年第二次访问新加坡时，我被选在创价幼稚园送给池田先生一份礼物。那时我只有6岁，但我记得池田先生当时穿着白色的衣服走进来，还举起帽子向所有学生说，要爱爸爸妈妈，要成为国家的栋梁。池田先生还弹钢琴鼓励我们，并与我们合影。在成长过程中，我既不了解池田先生有多伟大，也不记得或珍惜他当时对我们所说的话。去年我阅读了《新人间革命》第23卷《未来章》，其中仔细描述了池田先生在1995年11月7日到访新加坡创价幼稚园的情景。我还看到圣教新闻有关池田先生到访的照片和报道。当我反思师匠的话和我的人生时，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如师匠当天告诉我们一样的上演着。我和家人感情深厚，关系密切，也一起到访日本的广宣留步训练场。我在伦敦的大学就读国际关系和历史，目前在政府部门的外交领域服务。我的妻子也在我们结婚那天成为学会员。就如池田先生所说，要爱爸爸妈妈，爱幼稚园的老师，爱兄弟姐妹，爱新加坡。你们是要在世界上活跃的人，也请来日本，全世界有你的朋友。此番领悟，我对池田先生及他为广宣留步所做出的努力由衷感恩。2012年，我克服了严重的病变，当时单独在外国的我，又会发生2次自发性的气胸，以强盛的信心及玉本尊的明知照来，我战胜了疾病。这个体验跟恩师的会面，都成为我与师匠的永恒原点。去年我被委任为本部男子部长兼副学生部长，在工作上我也肩负管理的职务。尽管我面临苛刻的工作时间及人际关系的挑战，但由于我在工作上不断的改进和真诚的表现，我逐渐赢得了信任和尊重。我每天也努力与男子部员对话保持联系，本着珍惜每一个人，不让任何人落伍的精神，
我不断地接触一个又一个的男子部员。在大家一起来对话的活动中，我进行了近30次的对话，鼓励每一个人通过深厚的信心，确信在日常生活中取胜，并巩固了与慈天先生的原点。先生，你的誓愿是我的誓愿，我以绝对胜利的信心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以从此克己的精神及秉持身为地涌菩萨具有无限潜能的确信，克服自身的无明。迈向2030年，我会培育一个接一个持有狮子王之心的创价后继成为名将。我自己也要在生活中各方面展示作为慈天先生门下弟子的宪政。嗨，不忘年轻时代所立下誓言的人就是青年，终身与师匠共为实现广宣流布这一理想而奋斗的人就是青年。大家好，我是张丽珍。池田先生在2000年第三次到访新加坡，我当时是为本部女子部长，那是我第一次与池田先生一起做情形。池田先生那狮子吼的声音充满了对全人类幸福与和平的深着信念与慈悲，让我非常的感动，这是超出了我的想象或理解的一种生命敬仰。那时我已结婚2年，正努力成为一名好妻子，因为与先生彼此之间的差异和不切实际的期望，我总觉得自己嫁错了人。在内心深处，我知道那是我的无明作祟。在工作上，身为一名小学老师，我尽力去应对教育体系的需求，有时不免感到受挫。不过那次与师匠的会面激发了我改变意念，更坚定要挑战和克服小我的决意，并效仿师匠的无私精神，为更崇高的人生目标而活。过后我成为母亲，从女子部毕业并担任副地区妇人部长，随后我也参加了小学部，成为阳光阿姨。我就这样继续磨练自己，成就大我的生命敬仰。但是俗语说，生活总是在我们毫无防备时捉弄我们。从2001年到2007年期间，我生了3个小孩。第一个儿子在小时候患有夜惊症，第二个儿子被诊断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发现与治疗，有可能会造成他瘫痪。我也经历3次非常痛心的流产。在2008年经济大衰退，我的先生被裁退，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但由于资金短缺，面临巨大的财务挑战。与其自怨自艾或感叹生活多么不公平，我深深感激身处学会大家庭中，不断得到慈莲先生的指导和信心前辈的鼓励。我因此能够通过信心和广布的平台，履行地涌菩萨的使命，涌现佛的智慧、勇气和希望，去面对和克服人生的无常与苦恼。现在的我非常感恩有一个和谐幸福的家庭。我有4个孩子，分别19、16、13和5岁。我的孩子们在创价大家庭以信心为根本，积极参与学会活动。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陆续克服了自己的病业、性格的弱点，并在学习和品格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此外，我的先生在事业上也有杰出的表现。在我的工作场所，我也庆幸能够成为一个快乐、以人为本的老师。身为创价女性，我非常的感恩能够修行智莲佛法此至高无上、让人自强的人生哲学。慈莲先生积极鼓励女性立足于广宣流布的大愿，累积新之财，度过更有价值、绝对幸福和贡献他人的人生。有慈莲先生作为我们的人生之师，是我们的大福音。与恩师会面以来已有20年了，迈向2030年，我决意继续实践自身的人间革命，培育更多广宣流布的青年，与更多人分享智莲佛法与恩师的伟大，以便我们能一起度过大我和真正幸福的人生，从而为社会的进步与世界和平尽一份力。打破现状，勇往直前，
哪怕是一步也好，两步也好，有这种挑战精神的人就是青年。不沦为旁观者，总是成为主人公的人，就是青年。为创建新人间革命世纪的三本生意的队伍，高呼万岁！我是持有狮子王之心的弟子。哇，听了这些胜利报告，让我很受启发。他们都继承了狮将的精神，在狮子之路前进着。是的，我们虽然不曾和先生会面过，但与狮将的纽带是穿越时空的，一切取决于弟子来继承广宣流布的使命。接下来，为了纪念他们结成45周年，女子部古笛队将呈现歌曲《青年啊》。攀登21世纪的广布山峰，谢谢和平天使带来如此振奋人心的表演，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准备要去勇敢地攀登眼前的山峰。接下来有请 SSA 郑永基理事长给我们信心的鼓励，理事长请。信心的同志们下午好，在庆祝创价学会创立90周年以及池田先生第三次访问我国20周年纪念的佳节之际，衷心恭贺大家，
同时也恭贺大家举行胜利与希望的支部总会。尽管今年是非比寻常的一年，各位却能保持不败的信心，格外努力地克服所有的挑战和支持广布的活动，包括我们的财务供养和订购刊物运动。请大家放心，这所有的辛劳和努力，池田先生都很清楚。先生在不久前给我们支部总会的书面致辞中说道，全世界正面对着前所未闻的苦难，各位强盛地祈求社会的安稳，想要一人也不漏地扩大鼓励的连带，给予每个人勇气与希望。此外，各位作为好国民，透过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包括与今年的国庆相关的活动等，继续竭力为社会做出贡献。各位尊贵的献身行动会如何受到末法本佛日莲大圣人的盛赞呢？我们在疫情爆发之初就快速召集大家一起展开勇敢的一二三行动，那就是唱诵大量的题目，联系会员和朋友与他们对话，还有勤力于学习大圣人的御书和池田先生的指导，从中汲取信心成长的养分以对抗疫情。我们也转而召开线上会议，比如教学会、每月的地区座谈会等等。在这方面，青年部给了年长的会员最大的支持与协助，因为有大家的努力，我们才得以气势如虹的在五月举行池田先生就任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60周年纪念会，在九月举行世界青年部总会，以及在这个月不久前举行支部总会。除了以上这些，大家也作为好公民，踊跃支持我们社区的项目，比如庄义大游行、国庆庆典和捐血运动等等。感谢大家，请大家放心，这一切的努力无疑将会带给大家以及你们的家人无量的福德。池田先生在不久前举行的第47届本部干部会上的书面致辞中引述户田先生的话说，遇时、逢时、顺应时，这一生就有意义。先生接着说，如今我们得逢创立90周年，是不可思议之时，普天同庆，感到无上的欢喜与荣耀。创价学会过去的90年披荆斩棘，是佛与魔无休止的战斗。我们的三代创价师匠
首当其冲，面对一切的魔障和挑战，其中包括二次大战期间军政府的迫害，以及七八十年代的中门问题，导致学会在1991年11月遭中门破门。但是本着不败的师弟精神，可尊日莲大圣人的广宣流布的大愿，我们奋起并战胜过来。第一任会长木口先生因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支持当时日本推行的膜拜神道和主张战争的国家政策而被捕入狱。1944年10月，73岁的木口先生在狱中逝世。第二任会长户田先生则在第二年的1945年7月出狱后，直到1958年4月2日逝世之前，达成75万户的会员数，奠定了日莲佛法在日本广宣流布的基础。池田先生至1960年5月3日就任为创价学会第三任会长之后，不但将日本的会员数增加了数倍，而且进一步将创价的网络扩展到世界192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么样的障碍，创价三代师匠不曾偏离过他们的使命。今天我们怀着对三代师匠的深深的感激之情，纪念创立日，让我们重新誓愿继承创价的创立精神。创价学会创立的宗旨是要让所有的人通过对于本尊的信心，并以日莲大圣人的教导为根本，获得幸福。我们被教导变毒为药，烦恼即菩提，化宿命为使命，以及人间革命等法理。我们明白到人人皆是具有佛界的珍贵存在，我们能够获得绝对幸福，达到一生成佛。我们也觉醒到自身的地涌菩萨使命，献身广宣流布的尊贵目的，为自己和社会上所有的人的幸福而弘扬妙法。让我们以前进，永远前进的口号，本着师弟的广布誓愿，以创立90周年为新起点，愉快地迈向2021年。明年的主题是希望胜利年。2021年是新的一个十年的开始，对于迈向2030年创造胜利的气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池田先生说，从创立90周年到100周年的十年，更是每个人树立人间革命的胜利实证。不论任何大恶都转化为大善，断然达